原标题：淮海战役关键一场阻击战，司令员与政委意见分歧，动用最后决定权。1948年11月初，华东野战军一举，把国民党黄百韬第七兵团包围在碾庄围一带。为了救出黄百韬，蒋介石派黄维率第十二兵团增援。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中原野战军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九纵队南移蒙城，宿县坚和固镇，宿县之。